舅母姐，来这朋友厝内底人，敢知影伊倒来？还阁唔知啦。伊在世的时阵无方便甲厝内人联络，啊，即马走啊，阁较无可能联络会着啊。啊，那是安尼，咱敢应该甲厝内底人通知一下。人进前啊，无方便甲伊厝内边的人联络，一定有为虾米原因伫个嘛？ 即马人过身啊，咱只要家己的后事办得圆满，安尼就好啊。你唔通搞话，佮大家咧大主大呀。啊，不过，头爷，啊，咱安尼做，敢那是完成梦者的期待，无好加上安慰啊。啊，这个人一直无甲厝内底人联络，就表示讲伊厝内底人根本无伊的消息，一直就烦恼的。啊，咱个圆满的后事哦，嘛无应该回厝内底人挂的啊。 那是你咧讲的，咱应该啊，爱尊重梦者的愿望，照伊的意思去做，安尼唔才对。啊，伊即马已经无烦无恼啊，讲想要看到厝内底的人，啊，规工咧烦恼，我想一定袂啦，无得确哦。伊即马改变主意啊，只是咱唔知影，想要看家己厝内底的人嘛，无一定啊，对不？你是好未？卖搁大家咧一言九鼎啊！ 不是啦，莫听你对我讲一寡有诶无诶，我甲你讲，人过身啊，阮绝对完全照你诶意思，甲伊诶后事处理好势，吼。啊，是讲，我感觉伊讲安尼嘛真有道理呢。啊，你叫啥物名？哦，我叫彭主宰啦，我是公司诶理事。无安尼啦，你则陪我去因兜行一撮，好无？ 问题啊！恁拢是叶文聪的家属是毋？你现在安尼问，敢讲你有无错的消息？伊即马留伫喺倒位？阿妈，你先林静听我讲。阿志伟律师讲要来替伊的朋友，叶文聪处理骨头夫的代志啦。我则想讲来甲家属会一下，想袂到竟然是你。 老夫人，希望你会当节哀啦。你那是陈文初，伊是安怎死的？伊的骨头骨，你那会伫遐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！诶，这位阿姨啊，啊，话好好讲啦，莫卡来出来，错路的呢。唔是啊，你袂当来人行入来就甲我讲有一个人死啊！ 这个人是阮厝内底人呢，而且伊是后生，伊是阮翁婿，是爸爸呢，这对我来讲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啊！你讲好清楚！无唔对，阮做到底是阮是什么代志？这位女士，请问你甲阮爸到底什么关系？啊，是你是外口的女朋友。啊？你讲好清楚啊！哎，等下，拜托啦，啊，你每一个一句来一句去的。 啊，用话就甲伊掩饰啊，先互伊好好讲，先听煞吼。我只是文聪的朋友，文聪伊发生船难了后，其实伊人还阁活咧。不过我派人去调查，有人看到伊的行踪。竟然人还阁活咧，啥做袂转来？ 因为伊受重伤，有后遗症，伊无法度面对伊家己，嘛无法度面对恁大家，伊安尼活的实在是真痛苦，所以，即马即款结果对伊来讲，无得较嘛是一款解脱啦。那骨头夫，敢真正是文聪的？你一礼拜向阮甲阮讲即个有诶无诶，阮嘛毋知影是真诶还假。 我的职业是一个法官，我无可能摕我家己的信用来甲恁讲耍笑。对啦，啊，这款代志哦，无人会欺骗，也是摕来讲耍笑啦。